Hello， 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到了我们悠悠 Story 听故事的时间。今天要讲一个故事，叫做《圆纽扣在哪里》。著作是曾真，绘图是张倩华，美育旺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。小朋友，你知道纽扣的英文是什么吗？纽扣的英文，如果你是英式的念法，就叫做button，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美式的念法，叫做 button。 今天啊，这个故事的主人把布娃娃的圆纽扣弄丢了，布娃娃很不开心，于是他开始到处寻找他的圆纽扣。小朋友，你有没有东西不见的时候呢？你是不是很着急呀？一直要找，一直要找，一定要找到为止呢？好着急哦！我们赶快来帮他一起找吧。小布丁娃娃和大强熊熊是贝贝最爱的玩具，但是贝贝常常将它们丢得到处都是。有一天，睡得正香甜的贝贝却不知道小布丁的一颗纽扣已经不见了。趁着贝贝睡觉，小布丁决定去找丢失的圆纽扣。黄黄的、亮亮的、圆圆的纽扣在哪里呢？在床底下吗？哦，不是圆纽扣，而是圆圆的皮球。那再找找，在卧室的窗台前吗？哦，不是，那是白色的圆圆的纽扣。我的是黄色的圆圆的纽扣。那圆圆的纽扣在哪里呀？在玩具兵的身上吗？我去看看哦。嘿，我是圆形的玩具兵。但是啊，我是红色的。哦，那你不是？我不是圆形，我是梯形。那你也不是。我不是圆形，我是三角形。那你也不是耶。我不是圆形，我是方形。哦，那你更不是了，好吧。玩具兵身上都没有诶，圆纽扣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？你要不要去客厅的沙发上面看看啊？好，我去看看。好像也不是耶，沙发上的那个圆枕头颜色不太一样，大小也不一样诶。圆纽扣难道在厨房吗？我去厨房看看。哦，不是我的圆纽扣，是小狗毛毛的圆鼻子。哇，到了厨房，好多圆圆的糖果啊！小布丁的圆纽扣会不会在这里呢？小布丁，你去看看。哇！这个罐子里面好多圆圆的糖果，会不会在这里呢？看起来好好吃哦，但是我的圆纽扣没有在这里耶。圆圆的纽扣在哪里呢？不在贝贝的糖罐里，会在厨房的冰箱上吗？小狗毛毛也一起帮忙来找。难道在娃娃屋里吗？你看小布丁，娃娃屋里有三角形、正方形，还有圆形呢。去看看吧。好，我过去看看哦。着急的小布丁啊，没有找到圆纽扣，却把积木给碰倒了。哇，糟糕了！在那里，在那里。在那里耶！哇，圆圆的、黄黄的、亮亮的，那是我的圆鸟扣。小朋友，你猜它找到了吗？你觉得还有什么东西是圆圆的、黄黄的、亮亮的，而且在晚上才会看得到哦？刚刚积木的掉落声惊醒了熟睡的贝贝。什么声音啊？我下去看看好了。是谁的圆圆黄纽扣掉在我床旁边的地上啊？把它捡起来好了。小布丁，你怎么会在窗台的旁边啊？原来是你的纽扣掉了啦。明天早上再请奶奶帮你缝好。来吧，我们一起再去睡觉了。好累啊。抱抱。找回圆纽扣的小布丁，终于可以在贝贝的怀里安心的睡觉了。小朋友，你知道刚刚黄黄的、圆圆的、亮亮的是什么东西吗？对，就是月亮哦。你猜对了吗？第二天，奶奶一边缝纽扣，一边告诉贝贝：“贝贝呀，你要好好爱护自己心爱的玩具啊！”从此以后，贝贝和小布丁娃娃一起快乐地长大。哇，真是开心！小布丁的圆纽扣终于找到了。如果是你，原本找不到的东西终于找到，那是什么感觉呢？很开心，很兴奋，是不是在这一次就会把玩具收好，下次就找得到了呢？小朋友，悠悠建议你可以把玩具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，比如说你家里的物品或是图书、玩具，最好呢设置一个固定的位置，这个位置要有充分的空间，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玩具、图书东西放好，物归原处，就不会找不到咯。小朋友，你还记得纽扣的英式英文怎么说吗？对，就是 button。 那美式的纽扣英文怎么说呢？对，就是 button。 小朋友，你超棒的。悠悠 Story 听故事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